足疗，我这个可是松下锦鲤手疗。我真的觉得如果来唐山一定得来动漫乐园，这是一个小孩大人来了都会开心的游乐场。这里不光有蓝天白云和沙滩，还有鱼虾蟹，和大自然进行亲密的接触，可以让小孩子有一个不插电的童年。每一个项目都可以是孩子亲自体验的，这么多海鸥，亲近大自然的感觉。抓螃蟹，每个项目都会有专业人士指导。这里真的有好多螃蟹，你好厉害，梦中捉鱼，每个项目都有自己专门的捕鱼工具，还有涉水服。作为一个一手要强的中国女孩，坐上了机器人的大手臂，你看这个小孩玩得多开心呢，还可以带着孩子坐游艇出海，好适合带着咱的孩子出来玩啊。不带他出来呢，咱来提点试试水。欢乐捕鱼机，你看我全都是鱼，不用坐一下午，我只需要一下，又一阵车都出来了，这一下找到这么多鱼都有成就感。我感觉我自己像小松鼠，还可以在水上对战摸锦鲤。原来摸锦鲤的秘密在这儿呢。妈呀，这个嘴好大呀。家人们，谁懂这一秒的含金量？别人的足疗，我这个可是松下锦鲤手疗。每个项目都有工作人员进行讲解。全明白了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哇，什么事儿啊？还可以做琵琶溪谷漂流，想做多少次就做多少次，不限次数。恰个饭，餐厅里有各类美食可以品尝。园内50个游乐项目一票全含，玩累了还可以直接住在水上别墅，第二天再战。